男朋友工作不在家，我终于可以好好自己来儿童乐园玩了，再用 APP 把它修漂亮点。没有专业的单眼相机，用手机出游也能拍出好照片。目前针对智慧型手机推出的修图 APP 款式众多，不过究竟该怎么挑怎么选呢？其实每一款 APP 都有它强调的特色，要修美颜、杂志风还是文青感，掌握特性就可以修出媲美单眼相机的美美照片咯。还在羡慕朋友的自拍神器吗？这款美颜 APP More Beauty 2 让手机也可以变美颜相机，使用上非常简单，而且功能强大，没有复杂的界面，它只有美白、美肌、细节、色调四大功能，只要左右滑动就可以让痘痘毛孔化为无形，还可以让肌肤更加白皙哦。有在用 Instagram 的使用者一定会喜欢这款 Studio Design， 它可以提供比 Instagram 更多的修图功能，而且还没有正方形照片的限制。除了滤镜之外，它提供超过600种拼贴素材与非常多的英文字型，轻松就可以做出文青风格或是杂志封面般的照片，设计感十足。觉得专业修图 APP 功能太复杂吗？找 Darkroom 就对了，它的操作非常简单，除了基本的滤镜与色调饱和度之外，还可以做角度精细的微调与各种比例的裁切，也可透过编辑历史检视回复上一个动作。如果是 Pro Key 付费版，还可以调整曲线、自制滤镜，制作出更具特色的照片。这是一款功能详尽的修图 APP， 它出自开发 Adobe 照片滤镜的团队，可以模拟十几种复式软片的效果，创造出电影剧照风格或是复古文青感的怀旧照片，以及针对曝光、对比、清晰度、锐化、饱和度、色温、色调、肤色、变形校正做个别调整，功能相当丰富哦。今天玩得好累哦，满足，我终于可以回家休息了。